一好一坏。好，这球触棒中外野方向的飞球，中外野手没有移动太多的距离，截杀出去。好，这球触棒一个高弹跳，但是唐志豪这边接到之后自踩垒包，一坏球没有好球，好球进垒。整个节奏好像都是在投手的掌控的手上，怕会不太稳定哦。应该是他的脚、啊、脚底的钉鞋哦，卡土哦。好，来看到这一球挥棒落空，再一次的投出三振。